嗨，大家好。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节目？因为工作嘛。对偶像这两个词，大家有一些误会跟误解。偶像他也可以创造出好的音乐。这个节目需要不断的写歌，反倒是激发这个创造能力啊。希望在这里做一些好的音乐给大家听。嗨，大家好。哎，老师们好。是不是都站起来了？就这配客，哎，都习惯性。行，哎，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张艺兴，在我看来，他什么都不缺，没必要证明自己。对流量歌手有什么样的看法？羡慕。我不排斥流量明星，但是我挺排斥在他的专业领域里什么都不是。